我们每个人都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以前在SNH 一般我们接触的歌曲都是那种节奏比较容易好掌握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的两首歌曲的曲风完全跟之前是接触的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涉及这个新的领域的时候，先是肯定是有一点点慌张和不知所措的，但是经过这一个月的训练，我觉得大家都慢慢适应这种新的歌曲的风格。Future Bass 是最近流行起来的音乐类型嘛，是我平常一直都在听的音乐类型，所以我觉得能够有自己的一首 Future Bass 的这种歌曲觉得很棒很棒。然后录音的时候每一句都至少要录50几遍以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化学组上调查来了。江枫桃，可以把这哒哒哒铺。江枫桃，喉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音不要掉下来啊。大家都很努力的去完成了，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让大家有惊喜的。过来的时候还怀着忐忑的心理，在想到底会自己会拍成什么样呢。一开始我们对舞蹈动作的时候只是各跳各的，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会注意别人，然后养成了一种团队的默契。每个人的内容都很充分，然后形象都很丰满，自己压力其实也很大。我看完他们的，我想我一定也要很帅，就要发挥出自己的那种表现力嘛。每天都是10个小时以上这样子训练，收获也非常之大，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Seven Senses 不可缺少的一员，也是我今年非常大的财富。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提醒呼叫，视觉一闪而过，发光的味道，出发停止加速跳动，谁在舞蹈，手中心中拿起线索 Like a seven 遥远的闪烁，若隐若现神秘面孔，准备着降临的时刻。第七感的讯号，一轮幸运划过等待将我们围绕，揭开假面，众人眼前笑语就燃烧，在新的世界，几种感觉独特的符号。嘿，揭开假面，众人眼前笑语就燃烧，在新的世界，几种感觉。1, 2, 3, 4, 5, 6, 7闪烁。
的的符号。我揭开假面，众人眼前小宇宙燃烧，在新的世界其中。在今天晚上来到 Seven Senses 的 First Showcase in 上海的现场，大家好，我们是 1, 2, 3, 4, 5, 6, 7, 8 Senses。 那个大家好，我是 Seven Senses 里的味觉担当赵月，很高兴那个这次呢就很高兴这次能就是加入 Seven Senses 这个大家庭，然后也感觉很幸运，然后以后呢也会继续努力，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也感谢今天来看我们的 Showcase， 谢谢大家。你们要call吗？现在是机会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 Seven Senses 的听觉担当孔霄云，然后也可以叫我 B。 B B 控 B 控 B 控，嗨 B 控。然后非常荣幸能够成为 Seven Senses 的一员，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也希望接下来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舞台，享受这些表演，谢谢大家。耶耶，生日快乐。哇，我们的老姐姐又老了一岁。我并不是很想提前过这个生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我们老姐姐生日快乐，你生日当天我们也会一起度过的。大家好，我是 Seven Senses 的触觉担当戴萌，大家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哎呀，熟悉的call声让我一度以为回到了剧场，紧张感都减少了。就是非常荣幸能够成为 Seven Senses 的一员嘛。然后刚刚的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也说了 ，Lucky Seven Baby， 我们是七个幸运的女孩子。当然，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努力，然后希望可以把 Seven Senses 这个组合就是推到更远的地方。嗯，也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下去，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even Senses 的时觉担当，掌握时间的女人，然后我在对面的担当是唱歌还有 rap， 很高兴见到大家，我是 Eliwa 小玉卓。耶、yeah. yeah.
谢，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陪我们 Seven Senses 能够走得很长远，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Seven Senses 的嗅觉担当 Kiki 许佳琪。哇哦哇哦，谢谢，嗨，上映的朋友们，谢谢谢谢大家。哇哦哇哦，你们好热情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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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大家能来陪伴我们的 Seven Senses 的出道，然后首演，也这也算是我们加入 SNH48 以来第二个出道日了。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这个位子也坐满了，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相机啊、摄像啊，然后还有山林的朋友们都坐满了吗？对。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陪伴我们，然后希望呢以后的路大家一起走下去。还有就是我们的舞蹈大家刚刚也看到了，非常的激烈，对吧？对啊，捧个场嘛。对对对对，风格也跟大家以往，我就我以往的我们那种可爱风不太一样。然后也希望你们拍摄的时候呢，就是那些奔图啊什么就不要发给我们了，私信一下就行了啊。好，来，然后谢谢大家，接下来一起嗨起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Seven Senses 的视觉担当陈琳，大家可以叫我琳。然后琳，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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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非常开心能够成为接下来会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接下来的歌，以及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走向世界。哇，谢谢。哇，真可爱。还有口号，什么？有口号，拿还没看到就拿走了。谢谢，非常感谢今天的到来，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今天所表演的歌曲，也希望我们的 showcase 可以圆满成功。耶！ Okay， 那刚刚呢？我们两年的坚持，终于等到你。好感动。哇！用心，谢谢。我们也终于等到了最爱的你们，最好的你们。谢谢。只要有你们在，我们会一直坚持的。两年算什么？坚持100年。对，加油，再爱500年。对，然后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这首开场的曲子叫做《Seven Senses》，是我们的同名主打歌。它是一首算是 trap 里面 future bass 风格的舞曲。然后呢，因为其中大家也可能听到了70%都是 rap 的部分。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展现出舞蹈的利落，还有我们就是帅气的风格。那么我们的同名的主打 EP 今天上午已经在 SH48 的官方商城开始预售了。你们有预约就是购买吗？有吗？好，那希望就是大家听了我们的整张曲子之后会觉得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那么我们现在说了这么多，马上要给大家带来下一首我们的新歌了。准备好了吗？那天遇见以后 ，baby， 再一次释放。
源自于在哪里。Everybody 想知道我去哪里，你都会出现在那个场景。原来还是你，缘分才是无声的共鸣，来近距离。
上一首是 Girl Crush， 肺活量很好、哦。第一次听到长板，大家感觉怎么样呢？那就好了。对，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BVZU》这首歌曲。为什么？为什么？他刚刚叫你讲你不讲？因为我想把最好的留给大家啊，不对，把最好的等一下。最好的，最好的什么？头有点晕。来讲一下 BVZU 这首歌曲。BVZU 呢是非常经典的 R&B， 结合了 Future Bass 的一首曲风。它里面呢有很强的舞曲的节奏。然后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呢刚开头的噔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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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哒。等哇，好酷啊、哦！这个呢，就是我们所常见的非常经典的舞曲，大家都懂了吗？懂了吗？你以后可以不要穿蓝色的皮草来吗？我知道，我现在很后悔，那个毛全部都飞我嘴里了。我本来鼻子就不能呼吸，我现在更不能呼吸了，知道吗 ？Sorry， 我自己也很难过，真的。然后，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到了韩国之后就是训练的第一支舞，然后我到韩国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舞曲并不简单，它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一种，就是非常帅气然后动作又非常快但是非常的利落的一种舞蹈，是吧？而且我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压力特别大，但是虽然我发现这首歌好像也没有多少中间的地方让我很紧张，然后对，然后我们
第一次见到那个韩国舞蹈老师的时候，他长得特别严厉嘛，我当时就觉得他一定很会骂人的那种。然后我发现我还是想错了，原来他是一个私底下特别温柔，对我们非常好，非常体贴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老师啊，不是我啊。然后真的挺体贴的了，而且他手把手教我们很细致的动作，对吧？手把手教你的吗？嗯，这个嘛，嗯，当然不是了。好了，然后反正就是大家很好的把这个舞蹈完成了，我觉得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突破，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去爱这首歌 Be With You， 我永远在你身边。哦，对，我刚来排练的时候老早就看到湘音姐那个 Be With You 的那个，对，我超喜欢那个东西，那个那是什么，我的新奇，对不对？对，真的是更新的很快，但是他们说有点像那种包子头的春丽啊，啊，包子脸的春丽什么？哎呀，很棒啦，谢谢大家。然后刚刚大家是不是欣赏了我们最新的 MV Girl Crush？ Girl Crush 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很棒。一边玩手机一边说很棒，是不是？好敷衍。那就让 Taco 来介绍一下 Girl Crush 吧。嗯， Girl Crush 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看过 MV， 也已经看过，就是那种只有几分钟的那种 live 版，就是在东方风云榜上，我们已经在首秀表演过这首歌了。嗯。然后这首歌的曲风呢是 hip hop。哇 ，Yeah， yo， check now。融合了 swag， dubstep， dubstep， 哇。谢谢。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美国街头文化的感觉。Yeah， wow， yeah。以上是制作人让我说的。其实这个歌，还有一点小插曲。插曲是什么呢？插曲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由我担任，就是比较重要的 part。Yeah。一开始这首歌并不属于任何人，而我的那首歌是，也不能说是可爱，就是没有这样强烈的一首歌。嗯。但是后面呢，考虑到团队也好，考虑到个人也好，可能需要一个这种很强烈的形象，所以就临时把这首歌分配给了我。那是为什么呢？ Oh， 是因为你给人的印象很强烈吗？对。啊，不是。对呀、啊。对对对。这就是私底下的你，别装了好吗？哎，这种事你不说，其实没。哎，那我们该 Q 到绵羊小同学啦。对，拍摄 MV 的时候，我们也是。我还没问他问题。很多很多的趣事。自己开始说。一定是准备很久。好了，你讲，你讲。就是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比如说，然后就到我了。对。那我 Q 你这段好不好？比如说什么呢？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而且不是有特别难过的事情，就是拍摄 MV 的时候，每天晚上那个毛啊，对，就是只能每天晚上都有毛。每天晚上就是只能吃沙拉，就什么都不能吃。我们吃的是沙拉，你吃的是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和赵月还有陈琳吃的是什么？你对着广大群众说一下。沙拉店的东西。你也不要逼他太紧，我们吃的沙拉，你吃的什么？是谁坐在便利店的凳子上，先是一个面包，又是一个泡面。我那个时候真的饿疯了，人一旦饿极了，你知道吧？我每次带一点就是卡路里低的小零食去吃的时候，然后牛轧糖吗？对方说牛轧糖饼干。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湘音姐看我的眼神就像豺狼一样。这个是什么？太饿了，我那时候看到树我都想啃两口哦。而且就是伤病其实蛮多的那个时候。对，就是很方便。膝盖啊什么的。啊什么？你不是说商店很多吗？商哦，不好意思。真的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交流的困难。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伤病。哦，伤病，伤病。对，我想说很方便是什么？对，然后香音姐的那个老膝盖
就是有一点点怎么来着？妈呀！同样的伤病，还有我们的戴萌，还有我们的 Kiki， 还有我们的赵月，你们两个说你们练了两不是几年的舞蹈来着，还是会受伤。他们练了对吧？几年的舞蹈。说明我这个舞蹈仙女都是这个样子，闲了一百年，修仙了一百年还是伤着了，伤在这儿了。你们穿的好粉嫩啊、哦！那么我们也要去变身了，羡慕吗？哎，走啊！Q 你一个人，直接转走了，我们变身喽！哦，我们变身回来了。对，我们变身回来了。哎，刚刚他们跟你们交流了些什么？不方便，伤病，伤脏辫啊，对，是今天大家都变了脏辫哦。啊，我们也有哎。对。因为就是舞蹈实在太野了，如果不就是把它编起来的话，可能就全程照不到脸。对，我刚刚已经试了，但经过刚刚的感觉，以后要全头脏辫了。对。想起那个赵月在 Girl Crush 那个 MV 里面，就是很酷炫，然后每次坐在那里，哎，腿都是这么打。小公主，小公主，现在是小公主风。然后呢，想回想一下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呢，其实发生太多事情了。因为我跟赵月是室友，哎，赵月有一个很经都变被我变成段子了。赵月有一个很经典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天练得很累嘛，然后我洗完澡出来，赵月哎是不是全裸我就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你就不记得了，我也忘了怎么办？你们也是没有这个福分。然后就是赵月，关键不是他穿没穿衣服。叼着块面包，咬一块面包，然后睡着了。就是因为练习真的很苦嘛，对，太累了。大概有十几个小时的练习，然后只能吃沙拉，油醋汁的那种沙拉，然后鸡肉大概就三条，全是那种蔬菜。然后赵月呢，就是他们两个还有许阳哲，就出去偷吃。我们出去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海外的时候，就一直只能吃那种沙拉，不给我们吃饭。我每天中午我们偷偷跑出去。对。但是我们经纪人的车就在门口，就看着我们。我们三个人每天这样路过人家那个车窗在这儿，那个车还是会被发现。因为我们那个经纪人的哥哥，他每次就是帮我们开车也很累嘛，他经常在车里睡觉。对，然后每回都要摇下车窗。有一次，你们去干嘛？摇下车，哎，我说我们就去面包店看看，我们不买，我们光跑步。我就是爬起在那里为数不多的哭泣，自己说倔强的眼泪。就是有一次我们一直练嘛，从早上8点钟然后到凌晨3点吧，那个时候对吧，然后就是有一首歌刚学，好像是 Girl Crush， 那个时候Seven Senses 吗，就是动作特别多，然后老师要赶进度，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回国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练到3点多。我们想想回去的话，我就算了一下，每个人要洗澡，像这种洗澡要半小时的这种人，对，然后我们算一下，对，精致女人，然后我们大家就只有那种2个厕所，然后每个人要排队，对，然后呢，我们就想一下，那睡觉的话要5点钟，然后结果第二天早上7点钟有一堂课，对，那个时候是我最喜欢的服装课，对，是服装课，结果呢？我那个时候就算了一下，比起服装我还是更喜欢睡觉，对，然后我就真的立刻那个时候难过的委屈的情绪就上来了，天哪，那我睡觉只有2个小时了，然后还要去逛服装，再说我们那么憔悴然后再去逛衣服，那不是就是根本不值得吗，对吧，对，然后我们大家那个时候就大家都很累啊什么崩溃了，我们就对，感染了大家，因为我们七个人就是对，见面握手。是，你好，你好。前辈见到我，前辈好。哎，赵月见到我。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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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哎，你就是那个哦，赵月啊。你是徐佳琪吗？哦，终于见到你了。哦，舞者的灵魂。我们一开始就是我大概是这样，比这样好一点吧，大概。然后呢，就是到七个人住在一起，然后到一起训练，到后面就是互相的那种情绪都能感染。他为了没有觉睡哭了，结果我跟着他哭了，就很神奇。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考完也就说了嘛，我跟他两个人就以前
没什么基础，然后那个膝盖就完全练到积水，然后还要就是中间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时候，就是我过生日。对对对，哦，可以说了，到时候综艺里面会看到的。对对 对, 对，到时候反正这个事情会被就已经被记录下来。对，戴萌和孔霄音的哭的呀，真的。就是、哭得很惨，然后互相舔伤口的那种。对。然后这次是心灵上舔伤口，不是互相舔膝盖。好恶。我想的。对。当然，我们就是虽然训练很就是还蛮艰苦的嘛，但是最后看到我们就是当时拍那个个人形象纪录片也好，还有 MV 的拍摄，就感觉突然大家都脱胎换骨。对，戴萌老酷炫了，坐在那个篮球架上，在那儿。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那个舞蹈老师平时见惯了我们很憔悴，每天没有觉睡，然后上课，结果到了化妆的那天就大家都化好妆了嘛，拍摄预告片，他说到底你是谁，那个我们经纪人哥也是本来对我们的态度大概前三个星期都是那种不冷不热的，对的，从来没有要求过合照。一个星期开始热了，哎，我跟你说，听听你说我手推，不好意思，我们来拍照吧，对，拍照吧，对，啊，拍照了。我以前就是从来就没有就是感受到他这种热情，完全把我们就是当一就是一群很丑很丑的小孩子，也没有想到变成天鹅。那个经纪人哥你在看啊，我知道你在看直播，对。然后其实拍 MV 当中也是对，刚刚大家有看到我们 MV 就是蹦的老高了，其实舞蹈版几乎都是在凌晨四五点的时候拍的。刚刚他们那组人有说吗？没有，他们就想听你说，你再说一遍。就是我们每次拍剧情的时候，可能他们觉得我们个人的剧情比较重要吧，然后呢我们都是早上过去一个个化妆，结果到了晚上大家睡得像死猪一样的时候被拖起来要拍舞蹈。有一天就是那个场景最多的那个有就是蹦的最高的那次，就是当时看到那个觉得好好笑，但真的是真的，就很坚韧。那个时候四五点，我那个时候正在后台以这种状态睡着的，然后老师说起来起来，导演起来，来跳了跳了。结果到了片场，我眼睛都睁不开，居然告诉我，第一次过去就是你要跳蹦那一串副歌，我就立马那个眼睛，然后就马上就一脸委屈的那种眼神。对，所以你那个表情真的很棒，导演帮你剪进去了，谢谢导演。谢谢导演。导演你在看吗？导演好像今天来现场了。真的吗？真的吗？茫茫人海中，导演 Where is 导演？哦，听到了。哦，我导演。哦。哦，听到了吗？听到了，这熟悉的声音。嗯。导演，你还是这样子啊，还是那么胖啊，导演。你看到他了吗？看了。哦。你们还有什么就是有趣的事情要给大家分享吗？还有戴萌。啊。你跟我一个宿舍，你爆我的料，我也爆你的。我没有什么料啊，我这个人生活。对。很精致的女人。有一次不，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穿衣服，然后就嘣一下滚到地上去了。哦，滚到。对。哎，是早上吗？对，我啊，努力的。我们其实每天都吓死了，小坏坏。对，我们每天就是早上很早起床嘛，然后晚上还要做梦的时候还想着我们舞蹈老师和舞蹈动作，然后我就一个翻身，因为我们床很矮，我一个翻身叫，对，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床，你怎么了？你在哪？对，互相舔着伤口。但是总体我们去就是海外训练的一个月，还是应该说有成长很多，有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希望以后我们也可以继续我们 Seven Senses 的这样一个小组合的形式，可以走得更加好，对，更加远。对，我们的目标是奔向宇宙。那边对，那边的山顶的朋友。你就是宇宙。在奔向宇宙之前，还要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这个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呢，就要欣赏这一首歌曲。你看我们穿这么可爱，你知道是什么风格的吗？哦。好了，请欣赏《Heartbeat》。
像七月的天，懒洋洋又黏糊糊，温暖的小阳光，咖啡在舌尖跳舞，偏偏我就选择了这个下午，才会偶遇到你走进了屋，嘻嘻哈哈聊着，老板招呼打着，想你也尝光顾，如果我没看错，你从身边走过，算不算套近乎，看你暧昧的态度，难道是有企图，我们就神秘关注，只想为你挑选一种让你心跳的礼物，也许你看穿我有点傻乎乎，这段回忆害羞到让人嫉妒，突然爱上咖啡屋那个下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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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像七月的天，懒洋洋又黏糊糊，温暖的小阳光，咖啡在舌尖跳舞，偏偏我就选择了这个下午，才会偶遇到你走进了屋，嘻嘻哈哈聊着，老板招呼打着，想你也常光顾，如果我没看错，你从身边走过，算不算套近乎，看你暧昧的态度，难道是有企图，我们就神秘关注，只想为你挑选一种让你心跳的礼物，也许你看穿我有点傻乎乎，这段回忆害羞到让人嫉妒，突然爱上咖啡屋那个下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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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是七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哎，七个宝贝女生，哎，只有一个女生，六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恭喜你们！好，我们现在就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接下来大屏幕呢会放照片，然后就是我们从女生开始吧，女士优先，对，然后呢猜这个成员是谁，他每一轮猜完都会更清晰一些，如果猜中的话就有奖品。我们要就是让工作人员把奖品拿上来放上来，这是什么？会更哦，视觉。哎，这是、哦、我以为刚刚已经开始了。视觉。所以我感觉啊，就是看一堆马赛克，猜是谁。对。好，我们先看第一张照片。哎呦，哦、这是哇，这是戴萌吧？好可怕！我知道，看到厚厚的嘴唇就是戴萌。哎呀，你看徐佳琪，肯定是他
鼻孔啊，许佳琪的鼻孔在那儿。戴萌，难道不是你的嘴吗？那个，你看这是许佳琪的鼻孔。我看到了一抹绿，一抹绿，很像香音姐。香音姐，香音姐绿毛。好，这是第一轮的马赛克。这是脸还是什么？不知道。脸吧。是脸吗？是一个照片。是一个。脸上怎么会有绿色？是我们七个人当中的一个人。你们能猜出是谁吗？对。抢答吗？还是什么？你们其实可以站在这边，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么简单都看不出来吗？你们要不到这再到前面去？对，我们都知道了。你先先猜吧。你先说吧。有看出来是谁吗？哎，随便猜嘛。没事，随便猜。视觉担当。好几轮，把这个麦打开。你把麦给我们，把它打开。你看出来是谁了吗？你看出来是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看出来是你参与吧？作为视觉担当，看出来是谁了？猜得对吗？哎，没有人告诉我答案。他猜是谁？那等会儿会放清楚的吧？是等一下应该会公布一个没有马赛克的图片。好可爱哦，原来是你，是阿阳。阿阳，恭喜你猜错了，现在是第二个人猜。这样的什么？我还以为是一个乌龟呢。这就是你们每次这个太简单了吧？这简直送分题啊！许阳玉镯，送命题吧，就是。哦，这又是谁啊？许阳玉镯，所以刚刚那个算猜对了是吗？这是换了吗？好，第二张图片了。我看那中间乌漆嘛黑的。恭喜这个粉丝他猜对了，非常幸运的。那是第二个猜对了。我觉得这长得特别像在吃面包，一定是赵月。现在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我猜吗？不是他呢。你刚刚已经猜对了，已经拿了一份奖品了，你还这样子就能猜对？那我占第一个不是很不划算？你说什么？那我占第一个不是很不划算？我怎么都猜不对啊？你跟他撒个娇，让他把那个奖品让给你。一个男生说要把自己的礼品送给这个女生了。那可以啊，反正你应该也看不出来，真是。那我猜赵月。赵月在干嘛呢？是不是大家是我吗？如果不对的话，他应该不会变亲。我觉得，这个游戏赛制不能是这样，应该每个人都说，每个人都说是谁，这样大家才都有机会嘛。我觉得这是对成员的一种伤害。不然每一次的第二个肯定都会赢啊。就每个人都猜一下。我们就这样吧，每个人都猜是谁。啊，这个知道。好，从这次从这里开始。不是他口就是赵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个会不会重复的？这是什么？不会，应该我也不知道。那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看一下，这里有颜色。这个是我们家小绵羊。谁？肖英，他猜肖英。为什么来看我们在公演？张宇哥。张宇哥。Kiki。Kiki。赵月吧。超级可爱，孔肖英。两个人猜可爱，你呢？戴萌。又猜戴萌。我最喜欢小戴萌，好，我们现在看，他可爱。好了，这个很明显了，刚刚谁说是张宇哥的？好，恭喜你，你现在拿到一个奖品，记一下是哪一个粉丝好吗？好，我们看下一道题目。天哪，这个是这个气场感觉很强大的，一抹黄，一抹黑。Kiki 吧，肖英姐，哎，又是一轮恶战，这应该是扎马尾的，我觉得是个长头发的，这个是什么？谁？这个是戴萌，黑头发吗？他猜是戴萌，哎，我怎么看着不像？随便猜一个，赵月吧。赵月，继续压许佳琪。许佳琪，哎呦，忠贞不渝啊，这粉丝。我还是坚持赵月。赵月，扎起来。孔娥。孔娥。戴萌，还猜孔娥。我也坚持戴萌。扑面而来的一种感觉，感觉是我。你们为什么这么多人猜是我呢？这样赢面很小，哎。我们看一下是赵月吧，赵月，哦，对，肖英姐，是我，肖英姐，啊，气场好强大，我肖英姐，一黑黑两个，那里面有孔肖颖哎，所以说刚刚猜戴萌和孔肖颖的应该都有奖品吧？哇，我这个照片必须有奖品。对，如果他们不送奖，你送奖给他，好吧？那算了吧。现在第几张图了？一共有五张，现在是第几张了？好像最后第四张了。好，那我们下一张，最后一张了，应该是。朋友，你还有两次机会。你们还有
嗯，还有一次机会啊，好像最后一张了吗？最后一张已经出来了。这是两个人吧？一个吗？那肯定是那个。这个是我们隔壁家会长。会长，会长，隔壁家，这么肯定？你隔壁家住我？采许佳琪，你是不是还要采许佳琪啊？我知道吗？不知道哎，我也我们要用排除法算一下。那陈琳吧，陈琳。陈琳。嗯。不是我就是你、啊、张宇哥吧？对，还有谁呀、啊？你们孔怡，还有贝贝。一会儿孔怡，一会儿孔怡，他跟你很熟吗？啊，你是他首推啊？我是他还是我首推？哎呦！突然，你呢？我感觉在吃东西，应该是赵月吧？吃东西就是赵月啊？赵月，赵月，赵月，看不起你，赵月。没有看吃，还有谁没有被猜到过吗？这一轮好像 Kiki 吧，我跟赵月 ，Kiki 跟赵月二选一了，就在我们两中，你选 Kiki， 好，你的票在我这儿，我跟你撕掉了，看一下这张是谁，哇，什么？赵月跟 Taco 的腿，这个姿势有毒啊，好像一只老虎啊。来吧，你们就是想要让谁送给你们，就谢谢，让你好开心，谢谢你的忠贞不渝。那正好我有两件，我就给你们两个吧。突然，谢谢谢谢。突然之间心情，以后不要来看我们队公演了，谢谢。你们自己换一换啊，想私下交易一下。那我就自己穿吧。来，我们现在第二个听觉游戏嘛。刚刚我已经介绍过游戏规则了，就是只有三段音频，所以说奖品呢就比刚刚少了，大家一定要仔细听。我们现在先放第一段音频。这谁唱的？我们都听不出来。这首歌还没有给大家表演过，这首歌其实 对吧，所以难度更大了，因为前面这是我们那个 Seven Senses 这张专辑的前四首歌都已经给大家表演过了，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是可以看出来谁的分词谁在唱的，但是刚刚放的这首歌还没有表演过，所以你们就盲猜吧。我们都从谁开始呢？要根据大家真的很了解，从中间这位开始吧。张宇哥，张宇哥，赵月，悬崖赵月，全压许佳琪。为什么你说许佳琪这么勉强、啊、对，明明那么好听。戴萌，好，戴萌。赵月，我叫赵月。赵月，这几个压赵月的了，全都压赵月。我好像都是记得有唱过这句。赵月，你就勉强唱一下这句吧。我们看一下，就是原声，这个是谁的？好，此刻黄昏在黑暗中沦陷。谢谢，谢谢，是你，你是你。放肆的夜总跳出了界限，黑夜的时间，夜时间自然渺小的感觉。是你吧？时间在这个世界。是你啊，是你啊，是你啊，姐。你，他说是 Kiki 的啊。刚刚有人猜孔小颖吗？哎，没有。好了，全军覆没。没事，他自己也猜不到。孔小颖本人都覆没了。不是你们的错。听到第一句话，你呀、啊、Kiki。他此刻慌，哎 ，Kiki 啊，这不是 Kiki 吗？哎，我有看过这句。啊。孔小颖，你记不记得每次你排练的时候，老师问谁的 part， 孔小颖每次都是，啊，是我吗？啊，就走过去。好了，那我们很遗憾，第一批礼物你们拿不到了。现在还有两次机会，我们听第二段音频吧。为什么我们要看着大屏幕？这个知道了，这个我知道了。这是变过声的吗？这个是变声了之后，下面都猜了，你们下面要遵守一点游戏规则好不好？哎，不能讨论啊，作弊。赵月。哦。赵月，赵月，都猜赵月。赵月。赵月。全压赵月。声音好像赵月。你们要是集体翻车，那可就太逗了。我们刚刚也猜赵月，你们都选了赵月吗？你们都选赵月吗？我自己也有一点，我其实没有，我没有仔细听刚刚那个。我也感觉很。来，我们放原声吗？啊！我想起他了，我猜对了。
月会翻车的。你还累过的声音呢？太大声了。哎呦，第一次有粉丝做游戏这么可怜，两轮了，什么礼物都拿不到，空手而归。他们很有团体意识感，哎，都太一样的。你们是一个小组合吗？你们待会儿要表演了，他们也是 seven seven seven。对，好了。你们不要讨论了，再讨论下去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就听第三首歌吧，来吧。你们都是同一首吗？这怎么那么慢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是一个我知道了，这个我们控台真的很坏，全部都放还没有表演过的歌曲。要不然给他们提醒一下，就是唱这个人唱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吧。给他一个很不明显的，给他们一个拿礼物的机会吧，我觉得。对对对，好不容易上台一次，什么都拿不到回去，真的很难过。好好好，对，又下雨天，哎呦，不容易。就哎，万一我们提示还提示错了，那不是更惨？是那个吧？我觉得应该是，我也喜欢再玩一轮。我觉得那个人长得应该挺漂亮的。等一下，我们先开个会，开个会。对，我们。是你吗 ，Taco？ 不是，是啊啊！怎么会？怎么会？戴萌，不是你吗？难道？天哪！哎，肯定这个游戏太好玩了。不会有第八个人吧？这样吧，让他们猜。我们赢的话，礼物给他们。我们猜吗？可以。对，我们有什么可猜性？我们一人对应一个人，然后赢了的把礼物给他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我们，你们愿意让我们帮你们猜吗？当然愿意，你们都愿意是吗？有一个人说不愿意的话。好吧，那尽力了，来猜吧，从谁开始呢？从那边开始吧。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意见完全不相同。我猜是我唱的。我猜？你是故意的吧？我是故意不想让给他们礼物吧？我猜是赵月。啊？啊？我猜我唱的。啊？啊？你们到底清不清楚自己的分词啊？没有，主要是大家这都是这句话，很多人都唱过。我没唱过这句话。好像是我唱的。慢动作靠近我。哎，是一个人是不是这句？是一直躲在月光背影。你们录音的时候谁录过这句？哎，我们快一点，快一点，来。我觉得是赵月。嗯，徐佳琪呢？我觉得这么慢。我觉得是 Kiki 吧。赵月啦。哦，赵月。我觉得是许佳琪，赵月啦，你们都不听我的，他们想自己猜了，头好痛啊！行，那我就猜许佳琪，不管了。啊，你们就给点，就是想一下到底是谁？我们有赵月，我们有许佳琪、赵月，你猜自己猜的赵月啊？嗯，那我跟你赵月吧。哦，又跟我了。对，你自己都知道不是，自己应该听得出自己声音吧？那我们赶快确定一下是谁吧，听一下。Music。 你也猜错了，你嘚瑟什么？只有我猜对了，我还跟了他的票。对，为什么变身之后这么慢呢？不好意思，许佳琪刚站在我的边上说，哎呦，赵月把这么 man 的声音一直躲在月光杯面。因为我们好多人都唱过这句话了，我都跟你们说了是变身。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真的不能随大流，真是的。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还可以再放一遍吗？这样吧，我伸出手来，愿意拿的请收下。这样子吧，都给我来发。来，怎么还抢上了？这谢谢，我的荣幸。我刚不是来拿过一次吗？有我的吗？给你。我来。今天呢，我们的 showcase 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曲了，这是欢迎。
八个人当中现在剩下了一个位置，两个人当中呢只能一个人就是会得到了这个位置这个颜色。今天是 Seven Sense 小分队第一天，经历了很多事情，选队长、称体重啊，对自己有所要求，在30天后会变成不一样的自己，压力还蛮大的，很期待接下来的旅行，一起加油吧。精神上比较累，觉得又回到了排新公演的时候，但是比新公演还要累，因为强度更大，然后舞蹈也更难，有时候跟不上动作，以及跟不上就是大家整体的速度，然后就会拖很多后腿。争取跟这些朋友在舞台上再次相见。每天都抠细节，然后揪动作，找感觉，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好一点。感觉时间真的不够用，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去。每个人都有很努力的在做，看到了我们的进步，有进步就是好事。压力吧都挺大的，如果加入肯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肯定是向更远的方向发展。大家完结的时候就觉得看到了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就是自己能在这20天之内呢，就是能好好的努力，不愧对我们来这决心。这次是新的尝试，也尝试了很多风格，打招呼什么的都用那种Hey you man。在这里一个月的学习之后，就是整个舞蹈的能力啊，身体的素质啊，都上了一个层次，感觉以后对音乐会更加细致了起来。就是现在不会不是永久不会，只要努力你都可以就变得更好。希望我们能够带着幸运顺利的出道，不断的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将我们这个团体能够很长久的做下去。
谢谢大家。刚刚呢，这首歌曲应该是我们今天 showcase 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叫做 Moonlight， 是我们 Aquila Center 的歌曲。哇，嗯，这回是真的变成月亮照着大家了哈。这首歌呢，它是曲风是那个复古的 funky 加那个 disco， 然后是80年代的时候最经典的一种曲风。然后我们 313sense 的，然后也是不仅是跟上潮流的编曲，然后也要向这种经典的编曲就致敬。而且我们编舞中，然后也有利用了道具，然后跟之前就是不同的是，这个舞就更加展现女性的美。对，我全场唯一穿高跟鞋的一首歌曲。对，虽然有点滑。滑呀！对，太滑了，滑板鞋。摩擦摩擦，在光滑的地上摩擦。对。那其实今天我们 Seven Senses 呢，算是以一个新歌发布会和粉丝见面会的形式和大家首次见面嘛，然后我们七个人能够被选中，成为 Seven Senses 也是非常幸运，然后我们也一直抱着一颗感恩啊感激的心情。然后就像我们主打歌 Seven Senses 当中说的嘛， Lucky Seven Baby， 能够聚在一起的呢非常的不容易，都是缘分。希望我们之后呢七个人也可以继续不断的努力，和我们的创作团队和我们的公司一起能够创造出更多可以被大家认可的作品。其实今天4月7号算是 Seven Senses 的零岁生日嘛。在这里呢想为他许一个小小的生日愿望，希望我们 Seven Senses 有一天可以积累到足够的作品，积累到足够的人气，然后可以开一场专属于我们的演唱会。哇，这里有一个蛋糕 是你们送给我们的吗？是粉，就是工作人员说是粉丝给我们，就是专门定制的一个翻糖蛋糕，然后上面有我们 Seven Senses 的 logo， 还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来来来，我们站蹲着吧，蹲着吧。好了，谢谢大家，大家，谢谢大家今天能够来观看我们的第一次 showcase。那今天呢，我们的 Seven Senses 的 first showcase in Shanghai 的演出部分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然后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爱护，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我们等会儿见吧。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哇哇哇！别翻车！谢谢大家。哇哇哇！我们的大惊喜。热了吧。